我希望跟淑宇哥的恋爱是第一次初恋，也是最后一次恋爱。所以我想跟淑宇哥一起做点幼稚的事情。你要对你自己有自信，你要常常提醒自己，我林维珍是这个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。每周六晚间9点 TVBS 欢乐台一咖的路。